然上天会伫个这时间，带你来志贤的身躯边，都一定有伊的用意。阿妈拜托你，要多多照顾志贤的。我会啦。我拢想讲，你是不是惊大家烦恼，跳过伊去做健康？这你唔要烦恼，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，我一定够起来。我要保护遐对不起我，一个一个出来算数。这老新闻吼，走路都袂赴啊，那我是先准备走，爱肥吼就去肥啊，咱莫插伊就好啊。我李必然不是去载的，你那是跟你讲。就请雄雄派去啊。你连个车司机哦，直接给你载过去分享。妈，我过尾几个塑胶袋啊，就载你去。两个应该有够啊吼。哇，你真是有够安尼傲的，你应该会记的吧？应该不会是我妈妈吧？老清源，你把所有目标拢讲出来，只是咱唔知讲你安怎下手。阮家先生啊，我要去的所在应该唔是行这条路呢。就准备哦，无法看烟火啊。我是阿妈，我爱你，我是从你朋友离开家。我你第二届人生过甲这么短，就怪你迄个老爷，我讨厌。李强。